来证明德国科技力世界第一。世界第一，从那灵魂的反光，我见到的是希望。如何挣脱这破碎的执着？经历伤口，却割伤了更多。我曾想要逃走。让生命因纯粹的相信，无论跌倒滑落，我将再起，疼痛无所谓，迈开步紧紧跟随，从那灵魂的反光，我见到遥远希望，还会奋不顾身咬紧牙关，孤独无所谓，不伤也在挣扎，从那灵魂的反光，我见到真实力量。漫漫长夜，在无光的世界，找寻一扇通往自由的窗。和童话不一样，对吧？于是海潮带走所有向往，想抛我那半消失的愿望。我依旧想拥抱，仰望心生枝桠，逐渐解脱开花。是哪一栏？